前面好亲像有四多位大兵把守，当然，四多位。听讲五祖老皇上过江来甲周都督议私事，无可奉告。哦，那呢，我家己来细场看卖。未用的，四多位。我讲未用的都是未用的。先生，皇叔，张夫人，你是当时来甲伊斗阵。主客。赶紧放主管先生去见老皇上，请张夫人原谅，我着放伊过，多多伊赞我。大人呐、啊，文道此剑，你不必吹动断天口如蜜。朱亮今日可以起，是一口好剑，可惜哦，只有周某一关。袂用子，老二周，恁爹是惊周某会将这口剑吞没。依你看起来，周某敢是这种人？起价唔起价，师弟，将这口剑借周都督鉴赏，这……都督，
叫伊阿特殊救助通报，叫伊入来。是。阮都在东吴为官以来，足足二十二载，从来不看过你这个人。慢车，孙德叔，你先去后营休息。本都去劳逸州，还佫有要事相谈。袂用的，袂用的，我这是急事，一定要即马讲呐。等我若是讲完，你佮老洪叔就免佫再讲啊。所以，伊已经转去啊。袂用的。好，你讲。好啦。给老洪叔听嘛好。五乡团圆，孙老联名，天下尽知。周都督不可自作主张，杀害老兵。杜克，你是何方干涉？我不是干涉呐。不是干涉，为什么专替老兵讲话？我不是替老兵讲话，我只是传达五乡的命令而已。因为周都督，你曾经有行作的意思，五乡真袂放心呐。孙德叔，周都督老兵故事。等下，你给我等下。一路辛苦，才有现成的好酒好菜，何不来当饮几杯？无饮呢，来来来，本都阁陪你干三杯，来，我先干。
情形安怎？俗话不灵，让路边甲赵主任走去了，不通？遐尼多人，恁两个人拢抓袂着。大道在中半坡十几万的租金都无法度抓到赵主任，平常下这几个人，变作可能是伊对手嘞。求你不通，就不通。我醉啊呢，我已经醉啊呢，今仔毋叫人来甲我输好啦。七星，赞，有孙杰输去你的营帐，今夜你要好好啊照顾伊困。遵命。孙杰输，你话啦。不会啦，我爱甲伊困啦。孙杰输，军长的营帐有限。除了七星的营帐以外，都无别位通睏啊！无别位通睏啊！拢无厝在通睏啊！我甲你莫睏啊！放肆！今仔轻薄本道，压来去重打一百棍棍，另摆目睭。爹，爹，哎，我是上勇棍子，上帅啦！我是上勇棍子，哎，我是上勇棍子呢，我上勇，我上勇棍子呢。三殿君主，小孩过去，过去。先生，你留在这冒险。主公，身处隆中之时，向主公所尽言语，敢讲主公却未记也是，老皮句句记在心中。成典族之事，敬献汉大业，就在此时了。先生若袂当安个，国家大计业，老皮也无安。主公，此地虽然凶险。但是身边无性命之忧，
请主公快回下口。我先生难走，我也不走。主公，你若不紧走，恐惹周如是会对啦。主公，主公，主公，军师，三将军准备船只来接你，请主公与军师赶紧上船。主公，且上船。先生，你与我同回下口。主公，等下11月20日驾出去，你再命四将军准备船只渡口等候。迄个时阵，身边的随四将军倒转去下口。为什么都要等到11月20日呢？因为在迄一日，想要借东南风助周如火烧祖军，到迄个时阵，请主公调动兵马，听候车用。请主公紧上船，军师，请主公保重。主公，请紧上船。主公，紧走啊！军师，你爱保重。军师，你可小心嘞！军师。这心情用囥个计划建树啊！诸葛亮不图，我鲁莽在背，要哪有心情？现在大姐伫个遮，两天后诸葛亮若无法度通我交出10万基金，你就用个名正言顺将伊杀掉。这个川风啊，唔知影在进行什么款的阴谋。今仔日伊明明有机会甲老爸做伙逃走。却唔走，无听到，伊是为着破竹之剑，在贡献心力。殿弟也替伊讲话。参见都督，参见夫人。老大夫，你来遐尼紧就当啊？是，小华都经过木石啊，就拄到主公了。主公安怎讲？主公同意出刀汉明，帮七伯设陷阱埋伏。真好，安尼就无人甲我拔脚拔手。相公，诸葛亮明知主公要来三江口，就减轻你对伊的威胁，以确为大局，够为你设想哦。这是个人立场无同，伊希望我控制胜利，是恐惊老爸死无葬身之地。我要出伊的性命，是因为伊辅助老爸，唔肯投效东吴。伊也毋是歹人，你何必一定都要杀伊呢？这也是立场的问题。伊世俗的眼光看起来，伊是好人；伊老爸的立场看起来，伊是良善；伊做错一方面看起来，伊是受人。啊，若以我周瑜的立场看起来，伊是咱东吴未来的祸患。可惜，
全东吴除了我伊张昭以外，无一个有远见的人。主席，我讲这话，你会当明白袂？明白，会当明白就好。我明年三工来做二十万支，若无以军令严办，你去探听安怎办，然后倒转来向我报告。是。着十万几钱呢？你一个人就是三暝三日拢歹睏，抱出来吵人嘛，借袂着一千几。啊，那你要安怎？鲁大夫就要回来，叫鲁大夫斗相共。哦哦，哎，鲁大夫来啊！我话啷讲的？啊？我食饱，你想会用啊？我来做做一撮人，你讲啥？这我袂用讲的啦。你家己问阮二爷啦。老大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嗯，是我先生啊。啊，你安尼，到底是在比三八？这件代志，我无必要任何人知影。啊，不过却袂瞒老大夫哩，是要去借钱。啥？超人会去借钱？你敢会晓妖术哩？这阵，必须老大夫你答应我一件代志，我才会用你讲。啊！你是要叫我答应你什么代志？借我快船二十只，兵书六百米。好、哦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大夫，你若唔到帮忙，我是比酒多多处斩嘛。不用的啦，不用的借你的啦。为什么？这因为啊，好啦，我老实跟你讲啦，迄酒多多下令所有的人哦，拢总袂用跟你斗三工的，拄只特别跟我交代去。叫我连咧为你啦，一摆啦，伊是真是寸步要互你死呢。